大家好，大家早晨，早晨，早晨，大家好。今朝后早咧，哇，见到大家喺度，我想俾个赞你哋，因为咧你哋好早就翻到嚟啦，咁准时就翻到嚟，咁啊，我哋打个齐起身先啦，系嘛？咁早翻到嚟，你一定咧系好想早啲翻嚟，好興奮翻嚟想敬拜啦，同埋好興奮想同我哋一齊唱詩喎，係咪啊？咁你哋準備好未啊？你哋準備好啦，同隔離嗰個準備好未啊？準備好啦嘛 ？OK， 好，咁我哋咧就一齊諸天述説神嘅榮耀，我哋口唱心和，一齊去讚美神。眾讚歸於全能榮耀上帝。诸天说出你的恩惠，地与深海同歌歌，山岭立下呼应，神大爱共荣，地与天同共证。清风轻吹，天空挂着耀眼太阳，山岭沧海挖深。心中感恩不止息，全地和应众人，凡有气息欢呼合掌。
因为你是这位全能的主，你创造一切，你的智慧无限，你的爱无限，你的恩典也无限，比天上的星星更加多，多到数不尽。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试探，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遇到很多不同的试探，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回转头，可能是一些很艰难的日子，但我们看回转头就会明白神的恩典，看到很多神的祝福在里面。我们感谢神，你给我们的带力，拖带我们走过每一段路，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认识你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虽然有这些试探或者试炼，但其实都是我们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跨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
今我全属你，我的主。神你带领恩典经过，内心感恩喝彩，今献上为你属于主。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是神，你心上天，你心上天，令我满有信心。我要每天每刻都赞颂你是神，献出一生交于主你手中。尊贵，内心欢呼拍掌，今我全属你，我的主。神你带领恩典经过，内心感恩喝彩，今献上为你属于主。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早上咧，我哋有个特别讲员啦，咁喺我哋当中啦，咁我哋又系高嘉文牧师喺我哋当中，咁啊高嘉文牧师咧，其实咧都同阿欧牧师好有渊源嘅，咁啊原来咧佢系欧牧师嘅师兄嚟嘅，咁咧高牧师咧喺呢一个嘅香港出世啦，咁而之后咧喺佢中学时间咧，佢就信咗主，然之后佢就去喺加拿大咧嚟到系读大学。咁大學時間咧，佢亦都係咧蒙神呼召啦，咁啊有一個咁嘅感動，咁就出咗嚟做咗幾年事之後咧，喺呢一個嘅電腦行業咧就做咗幾年事之後咧，然之後咧佢就正式咧就喺神學院嚟到係受造就啦，咁喺基督工人神學院畢業，然之後咧就喺呢現時。亦都係咧，佢係攞到一個博士學位喺呢一個嘅係 Gordon Conwell 呢間神學院裏邊一個攞個教務學博士學位。咁有現在咧，佢喺呢一個嘅南灣嘅中華浸信會嚟到係侍奉。咁我哋好高興啦，有機會認識佢，亦都係咧能夠可以聽到嘅正道。今日咧講嘅信息咧，就會喺傳道書。我相信傳道書我哋比較少聽，即係一個講道。盼望今天神同我哋講説話，我哋歡迎高牧師高嘉文牧師。Yeah. 好，弟兄姊妹，主內平安，聽到我把聲我，咁就好多謝陳牧師同埋歐牧師今日邀請我能夠同大家同敬拜，亦都同大家一齊嘅嚟到係分享
上帝嘅説話嚇，咁樣咧就或者我同大家讀一讀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嘅經文先，好嘛？咁咧就係叫做喺傳道書嘅今日嘅題目叫沒有免疫嘅人生嚇。咁咧或者我會同大家如果大家可以一同嚟讀出呢段經文，好嘛嚇？咁咧就係傳道書第三章第一節到第十四節嘅。咁或者我哋一同嚟讀出，好冇？預備起，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殺傷有時，建造有時，有時笑有時，哀動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什麼益處呢？我見神叫萬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賜。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好，我們一同來到是有一個祈禱。我們天父，我們感謝你今天能夠一同來到去到敬拜你。在我們人生當中，好像剛才Worship Team所帶，其實最寶貴的就是我們能夠去侍奉敬拜我們的主耶穌。我們在地上最大的福氣，莫過於我們能夠與你相交，認識你，生命經歷突破改變。唯願今天我們用你的話語去敬拜你的時候，你亦在當中來到在我們裡面生命來到動工。我們這樣禱告感恩奉靠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咁咧就啱啱過咗呢個嘅復活節啦嚇，咁我侍奉嘅教會咧，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叫做嬰孩奉獻禮嘅嚇，咁就係代表啲基督徒父母啦，咁佢哋希望佢嗰啲仔女就係即係一生耶穌去帶領佢嚟到成長，咁就有一個咁樣嘅禮儀嚇。咁咧就呢個嘅嬰孩奉獻禮咧，俾我啱啱嘅時候咧諗翻我以前識有一對嘅基督徒夫婦嚇，咁佢哋咧就係、是。生了一個 baby 啦嚇，咁大家都好開心嚇。咁後來咧就三四個月之後咧，佢就發咗個短信出嚟就話同弟兄姊妹講我最愛嗰個嘅小寶貝咧，而家已經喺耶穌嘅懷抱裏邊嚇。咁又發生咗啲咩事咧？原來佢嘅細路仔咧就係即係原來喺個世界上面有一種嘅病咧，叫即係嬰孩猝死症。不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嚇？咁就係講原來有啲細路仔佢出咗世冇幾耐嘅時候咧，佢係就會突然之間離開呢個世界。有陣時係未必尋找到啲原因嚇。咁可能有嘅原因可能係父母照顧得不周啦嚇，或者係因為佢出身本身有問題。但係有陣時有好多嘅個案咧，都話有啲細路仔離開突然之間出咗世之後咧，佢猝死係就係尋找唔到個原因。咁佢就係屬於呢一種嚇。咁當我哋弟兄姊妹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好非常之悲痛同埋好震驚嚇。我知道嘅時候咧，我心裏邊喺度諗：神啊，點解即係呢件事情會發生喺即係一個基督徒嘅身上邊咧？嚇，佢哋好愛主嘅喎。即係如果你話任你揀，神冇理由都發生喺呢對咁嘅弟兄姊妹身上邊啩？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覺得其實有陣時人生咧，即係我哋會。面對到有啲嘅無奈同埋混亂，係我哋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去解釋嘅嚇。你唔好話即係發生在我哋身上邊一啲人，有陣時喺個社會都係好多混亂咯，嗬嚇。啊，呢度係阿拉米達啊嘛，係咪啊？嚇，你哋呢頭治安好唔好㗎？還可以啊，哦，真係太好啦！我哋南灣又麻麻地喎嚇。哇，我身邊好多人俾人偷車嘅喎。
啊，咁啊又偷嗰啲咩咩轉換器啊嗰啲嘢嚇，咁啊又偷車啊，我聽好多，多到咧後來一個情況，我自己架車都俾人偷埋嚇。咁啊，即係有陣時你明白嘛？即係當人啊，即係人生啊，當你發覺到你見到你身邊有啲人發生一啲好無奈事情，或者係呢個社會嘅混亂令到你好不安嘅時候咧。基督徒會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就係我哋好中意、好希望能夠喺聖經裏面俾我哋一啲説話同埋安慰，係咪啊？有好多基督徒喺面對一啲咁嘅混亂嘅時候咧，就會中意讀傳道書啊，好希望喺傳道書或者即係一個智慧，我哋叫智慧文學裏邊能夠係俾我哋去尋找到一啲嘅安慰同埋一啲嘅提醒啊。嗱，你要知道咧，即係傳道書係其中一卷聖經裏面所講，我哋叫智慧文學。嗱，呢一個咧係非常之配合當時，非常之配合係猶太人嗰種思想嘅模式。點解咧？因為咧猶太人同希臘人佢哋嘅諗嘢方法係唔同。希臘人佢哋會覺得知識咧係從諗去到諗到出嚟嘅，諗去諗到咩係為之係人生嘅一啲嘅哲理。猶太人就唔係，猶太人舊約文化裏邊佢哋相信咧人嘅智慧咧係通過經驗裏邊嚟到係去到測透明白嘅嚇。嗱，佢個例子就係譬如話，以前嘅猶太人佢哋點樣教啲細路仔嘅咧嚇？咁咧佢爸爸咧就會將佢個仔即係有棵樹咁咧擺佢喺棵樹上面，然之後咧就同個仔講：嗱，你而家跳落嚟啦，爹哋咧會抱住你嘅。咁個仔跳落嚟咯，然之後我阿爸即刻縮手，咁啊跌咗落地咯。咁個仔就同阿爸講：佢話爸爸你又話你會抱住我嘅，點解你又縮手啊？咁然之後個阿爸就講。人哋講你就信噶啦，啊嗱，佢咧就藉著呢樣嘢，其實就提醒嗰啲人就係咩啊？即係呢個世界上面好多人講嘢咧，唔係講你就信嘅喎，嚇咁樣去教啲細路仔喎，但係咁又真係幾深刻嘅喎，嚇即係猶太人係咁樣嚇。嗱，你要知道咧，傳道書咧係從嗰個架構上面嚟到講咧，就係佢係所羅門係嗰個作者嚇，佢係。所羅門王是從一個自己個人的體驗去到出發，然後才去看這個世界的。這個是傳道書的架構，所以你會看到所羅門即是傳道書一開始第二章的時候，他是會從一個個人的層面去到想這個的人生先的，他是會從自己來到去到想想點樣去到？首先佢諗下點樣為之追求一個完美嘅人生。嗱，所羅門係一個皇帝，又好有智慧，係咪？跟住佢係點咧？佢就好有智慧，佢咧就佢有好多錢，係咪？咁咧又好多享受，就俾自己盡量享受嚇。佢甚至乎講到係點啊？凡我眼所求嘅第二章十節，凡我眼所求嘅，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止不享受的。咁佢咧就係、是。總言之就係盡量嘅嚟到自己要咩就俾咩自己，好希望追求一個點樣為之一個完美嘅人生。但係佢體會到喺傳道書裏邊係咩啊？虛空嘅虛空喎，係咪啊？好虛空喎，原來人生就算即係俾佢攞曬所有嘢嘅時候，佢嘅感受去到後來第十二節裏邊咁講嚇，第二章，我轉念觀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王以後而來嘅人還能作什麼呢？也不過行祖先所行的就是了。嗱，皇帝佢所羅門後來佢感覺到，其實原來人生咧，佢都達唔到嗰種完美嘅狀態嚇。即係話咧，你要諗下就係話，如果佢都唔能夠去到一個完美嘅狀態嘅時候咧，其實社會上面嘅人都同樣去唔到一個咁樣嘅狀態嚇。嗱，首先喺傳道書，你去到第二章，你發覺到咧，其實傳道者佢俾人哋一種嘅提醒就係咩咧？原來在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咩啊？即係個太陽下邊嗰啲咯，包括咗基督徒唔係基督徒都好，原來係冇一個完美嘅人生噶。人生你冇一刻你係會去到一個完美嘅狀態，你唔會去到一刻你覺得人生係路路通噶，係乜嘢都係淨係開心，淨係快樂噶。人生唔係咁樣噶嚇。嗱，呢個係佢嘅體會。後來佢去到第二章十五節，佢更加講一樣嘢係咩啊？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吓，佢嘅意思即系话，原来人啊，叻唔叻都好啊，其实原来啊，有啲嘢啊，人人都会遇到噶。你叻又好，唔叻又好，都会遇到噶。
所以基督徒其實我們就沒有一個免疫的人生，就是這樣的意思。而當他去到第二章後面引入第三章的時候，他就開始望這個社會，望這個世界上面的百態。在當中他看到有六方面的東西，就是看到是什麼，原來這個社會越來越進步，人越來越努力，但是呢，原來在我們的人生當中呢，仍然是有很多東西是怎樣，無論你厲害不厲害都好，社會進步不進步都好，有些東西都一定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會出現的，因為這樣就引入了去到第三章裡面，所羅門去看這個世界，他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呢，你會發覺到他察覺到有這個社會很多方面讓他看到人生其實是有一種的無奈和局限的。那我由這裡慢慢讓大家同樣來到思想一下所羅門他所體會的是什麼，好嗎？三章的第一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他那裡講到，首先他一開頭就講到天下萬物萬事都有定時。定時是什麼意思呢？定時的意思就是有個時間讓他出現，即是說其實原來人生是這樣的，有一些東西呢，你會發覺到總是有預了一個時間讓它出現在你的人生裡面，這個就是無論你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你的生命都一定會出現這些事情的。它就是在第二節到第八節裡面就講到這個社會一路的你要進步，或者用我們現在看社會進步，但是呢，原來呢，在我們的人生當中呢，都有六方面的事情呢，是我們不能夠避免它不出現在我們生命當中的。但這個呢，就是在第二節到第八節裡面呢，所羅門他對人生的一種的體會。在當中包括是什麼呢？生活方面啦，人的際遇啦，感情啦，對一些事物啦，社會層面和人際關係。我們看看所羅門在當中他講了，其實這個社會雖然一直進步，但是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原來有六方面的事情，在這六個層面都會出現的。我們一起去看看，首先第一方面是什麼，就是剛才講到在生命那個方面，人都會遇見死亡的，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這裡讓我們看到，原來呢，無論社會進不進步，你厲害不厲害都好，首先第一件事是什麼？人都會面對什麼？人都會面對死亡，是不是？這裡就講到人面對死亡。接著他講什麼？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那我們看，我們即是說以前那些人種東西，種了一些植物，然後又收成的意思。他其實不是只是這樣，他講到拔出，拔出的意思其實就 不是只是收割，而是形容到就是當時以前的人呢，農耕他在天，原來天氣是會影響到農作物的收成的時間和那個量的。原來這裡是形容到什麼？人是會遇到什麼？生活裡面的不穩定。你去到想想，是不是這個社會越來越進步，你有進步，但是如果你是上班的，你能不能夠保證你不被人 lay off 呢？都不知道，是不是？有時人生很難說的。第二方面呢，講到際遇，講到際遇，在際遇那裡是怎樣？無論這個社會怎樣進步，人怎樣改變，仍然會遇到什麼危險和意外。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這個其實就是形容到社會上面仍然是會，我們無論這個社會是怎樣，我們都會見到這個社會仍然是有一些怎樣，人犯罪啦，或者是罪犯啦，但另一方面又會見到什麼，人呢其實需要心靈被醫治。你知道明天幾號啊？知不知道什麼重要日子啊？交稅啊，報曬未啊？你們未就要 extension 了。我因為我們牧師呢就比較特別一點，我們 self-employed 嘛，報稅很複雜，所以我呢就不是自己報稅，我找人幫我報稅。幫我報稅那個的那個的姊妹啦，她就跟我說，她說牧師你知不知道呢，即其實呢牧師呢和神父呢大家都是做這個的
即係好似做啲神蹟工作哦。你知唔知道呢兩個人有好大分別㗎？我有咩分別啊？佢話牧師收入就好少嘅，神父收入好多嘅，因為佢做報税嘛。我話係點解啊？佢話因為咁嘅。你知唔知道咧？即係好多天主教徒咧，好需要係點啊？去教會做咩啊？佢喺教會告解啊！好多人告解，原來咧即係告解咧係多到咧喺即係佢哋嗰啲天主教裏邊咧係啲期滿曬嘅，所以好多嗰啲神父咧原來點啊？自己開公司嘅，開公司然之後啲人就去佢嗰度告解又收錢，所以咧原來天主教咧嗰啲神父好多收入嘅嚇。嗱呢一個係即係俾我哋睇到咧呢個社會心靈好多需要喎嚇。拆位有時建造有時，呢度就提及到其實原來咧，即係呢個嘅社會無論點樣改變，都仍然有天災嚇，仍然係有好多譬如天災、地震啊呢事情發生嚇。所以你發覺到而家呢個社會咧，好流行係咩啊？買保險咯，係咪啊？嚇車又要買保險啦，屋又買保險啦，即係旅行啊各樣嘢都係，因為點解啊？呢個社會仍然好多意外嚇，感情方面嚇。無論社會怎樣改變，人仍然會遇見什麼悲傷。第四到第五節這樣說，哭有時，笑有時，哀動有時，跳舞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就是形容到就是私底下的時候人會流露到悲傷，哀動有時，跳舞有時，就是形容到在公眾的情況之下。我們有時美國文化我們就很開心的嘛，很 happy 的，是不是？甚至乎有時你如果你有上嗰啲社交媒體嚇，咩 Facebook、IG 咧，你發覺到咧個個都係點啊？啲相好開心嘅喎，好似呢個世界淨係開心，冇唔開心嘅喎嚇。但係呢個其實我話俾你聽，呢個唔係一個真實嘅反應。其實每個人嘅心靈裏邊都會經歷到開心，但係同樣會經歷咩啊？悲傷，不過唔俾你知啫嚇。我試過係咁嚇，我有個弟兄姊妹嚇，結婚周年紀念，即刻喺佢嗰個網站嗰度 po 曬佢嗰啲慶祝嚇，咁啊喺個沙灘咁又再次好浪漫咁跑啊，即係嗰啲嚇，哇個個都話好靚，拍曬 video。我同佢講話，哇真係拍得好靚喎，因為佢同我熟啊嘛，佢就同我講，牧師啊唔係啊，唔係咁開心㗎，我箍緊煲咋，原來啱啱鬧咗交喎，兩公婆嚇。所以要拍翻個 video 氹翻個太太嘅，你知道即係人生唔係咁簡單嘅嚇，有歡樂，但係點啊？人人都會經歷到有悲傷嚇。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嗱，拋擲石頭有時其實就係形容到當時以前猶太人嘅文化，當佢哋去一個喪禮嘅時候，佢就會將啲石頭拋起，代表咗嗰種嘅即係悲傷嘅表現嚇。堆聚石頭有時咧就係點啊？起屋就開心。弟兄姊妹，你同唔同意一樣嘢？其實原來人生咧，其實好多時候我係經歷嘅人生嘅感受係咩啊？係悲喜交集嘅喎。你有開心，同時又點啊？你都會經歷到好多困難同埋悲傷，即係同時候出現嘅嚇。不過好似你舉一個例，買間屋開唔開心啊？開心。但係買間屋就點啊？多嘢做嘅咯，又唔係好開心嘅喎嚇。如果喺我哋當中嚇有姊妹嚇結咗婚。懷孕開唔開心啊？開心喎，有新生命嘅降臨嗬。但係同時又點啊？一路開心一路嘔喎，係咪啊？即係人生其實即係喜悲喜交集，其實好多時候係我哋人生嗰種嘅經驗嚟嚇，我哋嘅體會嚟嚇。喺事物方面嚇，咁我哋睇到咧，人好多時候係點啊？無論我哋人生係咩狀態都好嚇，你有錢冇錢都好，我哋都會經遇到點啊？仍覺得好多嘢係唔滿足嘅。尋找有時，失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第六節講下，呢度就係講到咩啊？人仍然會遇見好多時候係唔滿足，點啊？尋找有時，有陣時我哋就揾嘢，係咪啊？喺屋企揾嚟揾去揾唔到，咁但係咧，同時又點啊？又掉嘢喎，係嘛？又揾嘢，但係又人生又成日掉嘢，點解？因為屋企啲嘢太多啦，咁呢個就係人生咯喎，保守有時，捨棄有時，咁呢度其實就係講到。就係保守有時，即係 a time to keep 嚇，即係話咧點樣咧？我哋就係好似點啊？人生好似我哋經歷不停買嘢，但係又不停咁捐嘢喎嚇。你係咪咁樣噶嚇？有好多嘢過咗啦，太耐啦，唔興啦，啲衫唔啱著啦，咁啊點啊？咁咪要捐咯。但係人生就係不停咁買，又不停咁樣喺度捐嚇。社會方面咧，
我哋仍然会遇见贫穷嘅问题吓。嗱，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嗰个嘅意思就系话，即系撕裂有时就系有钱人嘅表现吓，缝补有时就系穷人嘅表现吓。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呢个咧就系形容到咧，即系静默有时就系孤独嘅情况啊，言语有时就系热闹嘅情况啊。嗱，你发觉到咧，旧约讲得好清楚喎，喺呢一个嘅《申命记》十五章十一节里边讲到系咩啊？喺地上面嘅穷人永远都唔会点啊断绝嘅、哦，所以你发觉到无论喺呢个世界上面嘅好多嘅国家，就算佢点样发达、点样进步，仍然系点啊？仍然会有贫穷嘅情况系出现，系不能够避免到啊。第六方面就喺人际关系方面啦，吓、啊、就系、是、人会点啊？常常遇见系咩啊？破裂嘅关系吓。啊喜乐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喜乐有时，恨恶有时，就是形容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有人喜欢你，但亦都会有人很不喜欢你。争战有时，和好有时，就是形容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人生总是这样的，你会遇到有些人很喜欢你，但是总是有些人不喜欢你的，是不是？如果你说不是啊，我觉得个个人都喜欢我啊，我觉得是人见人爱啊，这样。咁你就唔係好認識你自己啦，嚇！人生唔係咁嘅，總係有啲人好中意你，但係有啲人就係唔知點解唔中意你嘅，總係我哋人生當中係會出現嚇。嗱，所以咧作者嗰個感受，最後佢喺睇咗呢個社會嘅時候咧，呢啲嘅情況出現嘅時候，佢最後有一句説話就即係嚟到係表達就係：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嘅勞碌上有什麼益處咧？作者所羅門有一個感受就係、是，既然係咁樣嘅話。无论社会进唔进步都好，人努力唔努力都好，原来喺我哋嘅人生当中，总系定时有一啲嘢会出现喺我哋生命里边吓。无论你努力奋唔奋斗，一样系出现嘅时候，佢就觉得人生原来真系好唏嘘，人生好唏嘘吓。所罗门，你会睇到佢喺呢段嘅经文里边咧，其实简单，其实佢系代表咗有两种嘅。即有兩種的感受、啊、第一方面呢其實他有一個的感受當他看了上面那個的自己的人生看到這個社會出現的狀況的時候呢第一方面其實他有一個感受是什麼人生是沒有什麼沒有一個完美的狀態原來人是不能沒有一刻我們是會感覺到沒有那種的困難、啊、憂慮、啊、這樣的、啊、即使我們說信了耶穌其實我哋人生都會一樣經歷到唔信嘅人所經歷嘅嘢嘅，我哋都會俾人 lay off 嘅，我哋都可能會有遇到有意外嘅，我哋可能都有唔開心嘅，我哋都同樣可能有啲我哋唔中意嘅人喺我哋面前嚟到出現嘅嚇。無論你讀書多都唔能夠避免嘅，你移民都唔能夠避免嘅嚇，或者你賺好多錢你都唔能夠避免嘅嚇。所以这个就是所罗门他感觉到有时候是原来人生当我们在一个这样的循环里面的时候究竟人生有些什么就是不是很唏嘘呢这样。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所罗门他有一个感受呢就是什么他在这里叫人也都教导我们明白到神其实是有那个主权。无论我们认不认识主都好啦。你記得在羅馬書裏面第八章廿三節講過就是什麼即係受造之物其實咧都是活在一個咩啊嘆息勞苦之中嚇。嗱、啊、喺當中其實就係有一個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原來我哋每一個人都活在神嘅一個嘅定律之下，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欠咗神嘅榮耀，這個世界就不完美。而我哋人活在一個不完美嘅狀態裏邊嘅時候咧。我哋就唔能夠走出呢個框框，我哋都會經歷到好多嘅不完美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嚇。好，其實有陣時真係好似只老鼠仔喺個籠嗰度，一路喺個圈度跑跑跑跑跑。你以為你能夠走出呢個咁樣嘅框框，原來其實我哋嘅人生係走唔出呢個咁樣嘅框框嚇。嗱，所羅門佢喺當中就體會到，原來基督徒。都没有免疫的人生，无论你的人生几努力都好，我们的人生仍然会经历到刚才所说的几方面一些情况出现，不是只是开心的，同样有困难有苦恼的，在我们人生的各个层面里面都是这样。
嗱，但係我哋發覺到咧，所羅門咧同同我哋有啲唔同嚇。我哋其實可能都會感覺到生活裏邊有好多嘅無奈，有好多嘅唔開心。但係當我哋感受到呢啲唔開心嘅時候咧，我哋嘅反應就點啊？哦，原來人生係唔開心嘅，就揾人傾偈，咁就係噶咯。但係所羅門唔同，所羅門佢係即係神嘅仆人，佢好有智慧。你發覺到當佢去觀察到呢個社會一啲咁樣嘅狀況之後嘅時候咧，喺佢裏邊佢有一個反思，而佢亦都喺當中係去到思考究竟人生應該點樣嚟到面對，而我哋尋找喺上頭而來嘅一個嘅智慧啊。所以你發覺到咧，當傳道者佢體會到呢個社會係有咁嘅情況之下嘅時候咧，佢生命有一種嘅反省。而他在第十節到第十四節裏面，他就是去到作出三方面人生的體會和提醒。而在第十節到第十四節裏面呢，就是帶出了有幾個的層面，就是當他去到思考到原來在我們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面會遇到這麼多不完美、這麼多的不期望的事情會出現的時候，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基督徒應該點樣去思想人生呢？或者當我哋遇到不幸、遇到一啲唔明白，或者當我哋人生唔能夠改變嘅時候，我哋又應該點樣嘅嚟到去到面對呢？咁樣啊，所以喺當中咧，最後傳道書呢一度咧就帶出咗三方面嚟到嘅一個嘅提醒啊。咁同樣其實都係俾我哋生命有一啲嘅提醒一樣啊。第一方面，在不明白的時候，我們就我讀一讀給大家聽好嗎？第三章十到第十一節，我見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憐，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這裡呢，首先傳道者他體會到這個的社會的人生百態的時候呢，他發覺到有一個提醒，就是當我們在不明白、經歷到不明白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就應該怎樣？我們就應該學習去在一些不信的環境當中，我們去到思考一下什麼是上帝的心意。這裡這樣說，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裡面，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嗱，佢嗰個嘅參透咧，其實佢嗰個意思咧，喺即係呢個嘅希文裏邊，希伯來文裏邊，其實佢嘅意思即係將來嘅時間，或者喺以賽亞書四十章二節嗰度講，就係神係點啊？佢用手心嚟到係量心水，係咪啊？啊，就係講到好深不可測嗰一個意思，係你好似測不能測透咁樣嚇，人生很多事我們好像測不透，但是呢，基督徒有一個福氣，就是為什麼？因為你要記得在羅馬書裡面，也都跟我們講過，對不起，哥林多前書二章裡面講到，我們呢就是我們有聖靈，而聖靈是怎樣？它能夠參透萬事，即是說其實我們如果在我們的人生當中，我們遇到一些不明白的時候，而我們懂得去到尋求到上帝的心意的人，這個人生就是一個很美好和有智慧的人生。我們就是要這樣。你想想，即好像舊約的約拿先知，我們在想約拿先知 他的心裡面就是想什麼呢？他的計劃就是什麼？就是要救他的同胞，是吧？以色列人。但是神的計劃不是要他是怎樣，是要救那些外邦人，是不是？如果他能够去明白参透到神在他生命的计划，他就会怎样？他就能够很安静，甚至乎可能好像哈巴谷先知那样，能够在艰难里面来到欢呼。但是如果他只是望着自己的计划想的事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会怎样？他就很不开心，向神发怒。人有時候我們就是當我們遇到艱難，我們就學習要參透究竟神在我們生命裏面的計劃是什麼。你要知道呢，即我跟我太太結婚很久了，我們差不多結婚二十多年，在我初初明白呢，即結婚是什麼時候呢，
即係我都唔怕話俾大家聽，其實我係第一晚啊，動物月就鬧交。我嗰陣時突然之間俾我一個感覺就係、是，咦乜人我將來要娶嗰個人同我諗嘢咁唔同嘅咩？嚇、啊、乜原來人生要咁樣行落去啊？哇！嗰陣時覺得突然之間發覺真係人日即係人嘅即係神嘅作為，人都不能參透咁樣啊！咁但係咧喺我生命裏邊，我曾經我就係經歷到有一次我遇到一個好大嘅挫折啊！即係我遇到一個好 frustration 啊，好大嘅 frustration。在家裡很不開心，然後我太太就跟我說這件事情她怎樣去分析，而她的分析是對的，我從來都沒有這樣想過。而我那時突然之間我發現，咦，哇，她說的東西好像挺對的、自從那一次之後，我開始就喜歡聽她說話、我就開始呢、就是、有時有些東西不太明白都紮紮低低問一下她、有時她說她分析的東西我就發覺我沒有想過的，但是呢其實是啱嘅，跟住我就發覺到，慢慢我就俾佢改變嚇、慢慢即係我就越嚟越似佢啦，都有啲嚇、但係你嗰種即係我覺得我越嚟似佢，呢、這個係唔係一個壓力而係一種開心嚟，亦都俾我慢慢明白到，好似創世記裏邊所講嚇，神點解要做夏娃呢？因為要成為亞當嘅咩啊幫助，原來幫助嘅意思係咩啊？就係一個 helper， 原來去到幫助佢嚇。如果、人生就是这样，譬如说好像我刚刚、因为我的女儿在多伦多读书，所以我有时候都会上去。我发觉到原来呢、即最近呢很多香港人搬到那里、但那些人为什么要搬到那里？因为他们即在香港可能因为、即生活、政治原因走了去了那里。人看起来是不好的，因为为什么呢？即好像是一个艰难面对新的生活。但我去到那里我又发觉到，咦，原來很多人因為這樣的改變而去了教會信了耶穌，原來都有好的，是不是？所以你要明白到，如果人能夠在一個虛空或者唏噓混亂的當中，我們能夠去體會到神在這個時代的心意的時候，所羅門說什麼？這個是美好的事情。第二方面你發覺到在第二個我，是不是第二個我在勞碌當中的時候，我們所羅門說我們要學習一樣東西，享受在我們勞碌裡面的份。第十二到十三節，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神的恩惠恩慈。你要看到傳道書常常出現一樣東西，就是教導我們要怎樣，我們要學習要享受在勞碌當中的份，是不是？成日都讲过，点解咧？你唔好期望你人生有一个完美嘅状态，因为人生系唔会有完美嘅状态。而其实我哋因为咁样，所以我哋要追求学习喺劳碌里边，仍然学习去享受神俾我哋嘅份。其实要做呢样嘢咧，其实都系好需要学习嘅，可以咁讲。人真系好需要学习喺劳碌当中去即系去享受神嘅份，因为呢个世界系唔完美。保罗在圣经里面讲什么？如果我们人有衣有食，就当怎样？就当知足可。你有没有每一天因为你能够有得食有得睡，你排到毒？你知道什么意思？你有没有为着每一天能够有这三样东西而去感恩呢？是不是？原来不是必然，不是个个人都可以有的。这个中国人呢，我哋特別嚟到美國，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胸懷大志，好希望喺呢度咧有一番作為嘅，係咪啊？嗱，好多人都點頭，係咪嚇？你心裏邊都有一番作為，你好希望我嚟到美國呢個地方嘅時候，我總係好希望我人生有一啲夢想，我希望我能夠將來可以達成啊，我哋嘅美國夢啊，或者就係話當我去到一個狀態，我能夠係可以好，譬如話我事業有成啦。我買到間大屋啦，或者當我退休的時候好有計劃，能夠係好妥善啦。喺嗰一刻我就點啊？感謝神。但係呢一刻咧，捱緊雷仔，唔識得感恩啊！嗱，如果我哋係咁樣諗嘅時候，傳道者就話俾我聽：如果你咁樣睇人生嘅話咧，你去到嗰一刻你就好滿足，你就唔係一個智慧嘅人。傳道者他告訴我們怎樣為之智慧，就是當
我哋喺一個未能夠完全嘅狀態，未完美，但係我哋都識得去感恩、讚美、欣賞我哋身邊所出現嘅事情嘅時候，呢一個先至係一個智慧人生。有時喺教會生活裏邊，其實都係一樣嚇。我記得我曾經試過有一個喺一個月一個禮拜裏邊遇到兩個人嚇，兩個都係基督徒。第一個啊，我問佢點啊，你翻教會翻成點啊咁嚇。咁佢咧就即係佢就話：，唉，翻教會哇，好掹整噶，好多嘢唔中意啊咁樣。但係其實佢個教會都幾好，但係佢就好掹整嚇。咁另外咧，我又遇到有一個人咁啊，佢我又問佢點啊，你個最近翻教會情況點啊咁嚇。他的教會很小的，沒什麼人的，他是那個教會的執事，但是呢他又很開心，因為他很享受和弟兄姊妹那種的交往。我就很欣賞一個這樣的人，因為他能夠在勞碌當中去享受神給他的份。傳道書就告訴你，其實我們活在一個不完整的一個狀態裡面，無論你的生活在各方面其實都有很多問題。我們見到問題，我們就焦點是想那個不好，講跟人家講，一路講，可能講到見耶穌那天都未講完。但是傳道者就告訴我，如果人真的懂得在一個不完美的狀態裡面，而我們都懂得去到享受珍惜這一刻那種美好的時候，這個就是一個智慧的人生了。這個就是傳道者在當中參透的人生。最後一點我們看到的就是第三方面，就是說在不能夠改變的時候，我們學習要敬畏神。傳道書三章十四節，我知道神一切所作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第三個我是什麼，就是在不能夠改變的時候，我們學習什麼，我們要敬畏神，要記得要敬畏神。上面的經文其實已經討論過，其實原來神是安排並且是掌管萬有，而人所能夠做的事情，其實我們人所能夠的都，我們是不能夠改變神在永恆裡面的計劃的。其實人是要順服在神的計劃裡面，但很多時候我們都有自己的 agenda， 我們都有自己的計劃，而當我們自己的計劃是不能夠去到成就的時候，傳道者提醒我們人不要在这一刻里面去到犯罪得罪人或者是得罪神。或者可以这样讲，当你发觉到有一些人你不喜欢的而他是高升，我们都学习不要故意的去难为他或者去攻击他，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这样。经文告诉他，即使我们生命遇到多少的不如意，我们都仍然要记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哋都要有一個敬畏神嘅心，我哋要有一個敬畏神嘅心。最後咧，我講一個嘅例子嚟到結束今日嘅嗰個經文。我記得我有一次咧就去 Target 啦買嘢嚇。咁啊門口咧就有一個人，佢咧就喺出面擺檔啦，即係類似係即係叫你捐款啊嗰啲啦。咁啊，好似係即係有啲人譬如幫啲戒毒嘅人去籌款咁。咁我記得買完嘢，咁我諗住出嚟啦，咁我咧就經過，咁我咪揞咗幾蚊，咁啊好快入，咁啊攝咗入去，咁跟住咧就上車啊，跟住行，我預備行上車嘅時候，我發覺咧後邊有個人跟住我喎，嚇，即係跟住我嚇，咁我望下佢嚇，咁啊我唔係歧視啊，嗰個真係一個黑人嚟，佢跟住我，我突然之間好驚，咁我去攞車啦，你知攞車嚇，咁我發覺我差唔多攞車，佢繼續行去我嗰個位置，我即刻擰轉頭，我同佢講：我話你做乜跟住我啊？你想即係 what do you want？ 你想點啊？跟住嗰個人突然間見到我咁咧，佢突然間退一退步，然之後佢同我講：佢話你唔使咁驚，你唔使咁驚嚇。我冇惡意嘅，我咧其實咧就係其中一個係即係因為頭先你出嚟嘅時候咧，你經過嗰個嘅攤位嚇，咁咧就係、是。去幫那些人去戒毒，我其實是那當中其中一個受益人，我只不過是想多謝你一聲，然後他就走了。而他走了之後，我心裡面就有兩個意念。第一個意念，我覺得為什麼我這麼壞的，想別人的不好，是不是這麼壞啊，第一方面自責。第二方面呢，我想當我離開這個 target， 經過這個的攤位的時候呢，我記得我攝那幾元進去，動作很快，應該沒有人看到，
十咁樣就走啦嘛。我真係諗唔到有人睇到喎、啊，但係竟然俾人睇到啊！突然之間就我嗰陣時，突然之間令我即刻諗到聖經裏面有一節聖經話咩？耶和華嘅眼目係點啊？原來係察遍全地。原來好多嘢喺我哋人生當中咧，你以為冇人睇到，原來都有人睇到。好多嘢原來喺我哋人生當中，我哋諗住冇人見到嘅，或者係冇人去冇人隻眼睄一睄啫嘛，我個動作做一做啫嘛，冇人睇到嘅。但係其實我哋嘅上帝佢都睇到。所以我哋嘅人生，我哋要記得，我哋無論所諗、所做、所睇嘅、所行動嘅，好似冇人睇到，但我哋都要記得係咩啊？原來我哋嘅上帝佢都睇到。所以人生嘅總意就係點啊？我哋都要學習，一定要敬畏神。啊，我哋同心嚟到有一個祈禱嘛。天父，我哋承認我哋活喺一個唔完美嘅世界當中。我哋都係好多時候特別疫情，我哋經歷到好多生命裏面嘅唔方便。但係我哋都係好感謝你，因為我哋認識咗你，你能夠教導我哋，即使面對生命好多嘅艱難無奈，我哋仍然要有一個敬畏你嘅人生。祈求我哋嘅上帝，你繼續幫助我哋，無論遇到乜嘢唔明白，我哋仍然學習尋找你嘅心意。喺困難當中，我哋仍然學習敬畏神。我哋都喺學習喺好多嘅生命嘅上上落落裏邊，我哋尋找到你嘅美意，將榮耀重讚歸俾你。願你都帶領我哋嘅心，能夠行喺你嘅心意當中，敬虔度日。我哋嘅禱告感恩奉靠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再一次係多謝我哋嘅高嘉文牧師啦，咁啊喺我哋當中啊，即係俾我哋好大鼓勵、好大提醒啊！人生咧其實有好多，即係由一個即係無常嘅人生，係咧我哋更多嘅學到兩樣功課喺我入邊啦。一個就依靠，第二個咧就敬畏。咁啊，希望弟兄姊妹咧都緊記咧，即係喺我哋生命當中。我哋唯一依靠係我哋嘅神啊！咁喺落嚟嘅時候咧，我哋有呢一個嘅咧，係用以奉獻嚟到係作敬拜啦，咁樣嚇，或者我哋一齊嚟到係讀呢一節經文啦嚇。你要把你的財物和一切初熟的農作物敬畏耶和華，這樣你的倉庫必充滿有餘，你的酒也盈溢。日新酒 ，OK， 咁啊，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啊！其實咧，呢個係神係考驗我哋，即係對佢嘅依靠。咁啊，盼望咧，弟兄姊妹咧，我哋咧都喺神嘅事工上邊咧，我哋咧係一齊去參與，讓神啊，神托付我哋嘅使命咧，能夠去成就，我哋一齊做個祈禱。我哋恩主，我哋獻上我哋感恩，多謝你俾我哋有機會嚟到係啊將。你所教導的是十分之一是擺上主你與我們同在，亦都是看得到主我們不 是說你所賜過的，在經文裡面也都看到我們，就是我們是要需要學習依靠，能夠是在你所給過我們能可以是再是用在你的事工上面的時候，主就是你的心意，讓我們都是每天是存著一個依靠的心來到是生活。我們獻上一份感恩，你給我們有工作，你給我們有喜樂 的人生，也都是能夠可以是你成為我們的力量和盼望。我們獻上感謝，禱告祈求，奉靠救主基督耶穌名求， Amen。 在下來的時候呢，我想大家看一條影片，這條影片就是我們的 VBS 的事工，就是稍後完了這個影片之後，以玲姊妹呢，我們的兒童事工的主任呢，上來講講這個接下來的 VBS。Seeing some birds and chocolate
早晨，咁多位弟兄姊妹，我以琳系负责儿童保事工嘅，咁都想同大家分享翻啦。VBS 系我哋儿童部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事工啦，因为我哋可以透过即系每年呢、这个program 啦，我哋可以接触到好多未信主嘅小朋友啦，同埋佢哋屋企人。咁咧上年咧，其实我哋都有接触到100个小朋友嘅。咁今年咧，我哋嘅 program 咧就7月15至26号，我哋有2个礼拜。咁我哋其实咧比起其他教会咧，我哋点解要做2个礼拜嘅 program 咧？因为我哋唔系想净系我1个礼拜嘅 curriculum， 我哋用咗我做晒教晒，我哋就好似做完啦。咁其实我哋系想2个礼拜，希望有个长啲嘅时间去同小朋友都建立一个关系，同埋可能接送前後，我哋其實亦都會同家長去傾偈，咁希望透過一個2个礼拜嘅時間，我哋同佢哋有一個好啲嘅關係咧，就係多啲機會可以俾我哋去同佢去傳到福音嘅。咁所以咧今年咧，我哋都繼續好需要有好多義工去幫手啦。咁我知道以往咧，可能比較多係英文部嘅弟兄姊妹幫手，但其實咧我哋每一個其實都可以參與嘅，咁我哋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需要啦，唔係淨係喺課室裡面嘅。當然我哋都非常歡迎你，如果可以咧，都喺課室裡面，我哋去有教聖經啊，或者去幫手啦。亦都我哋有好多其他嘅需要啦，例如可能我哋做 craft 嘅，做手工嘅一啲預備啊，或者係我哋去預備小食啊、嘢飲俾小朋友，或者我哋玩活動，或者前期好多嘅預備工作，其實我哋都好需要唔同人去幫手嘅。咁我都鼓勵大家今年即係希望你哋都擺喺禱告裡面，希望可以嚟幫手啦。咁同埋另外咧你哋如果嚟幫手咧，都其中一樣咧係即係一個好好嘅可以同到我哋教會嘅一啲後生啲嘅年輕人去接觸，因為你哋嘅經驗咧其實都可以好幫到佢哋嘅。咁我哋每年都有一啲high school 的學生，他們會來幫手。如果你們 都可以在當中，除了可以接觸到新的未信主的朋友之外，都希望可以用你的經驗可以去跟我們的年輕人分享的。是的，那麻煩，希望大家都多多禱告。後面幫我轉啲 slide 陣間。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係多謝係第一次嚟到灣區環聖經教會嘅新來賓。喺我哋當中有冇第一次嚟到我哋當中啊？你可以舉舉手俾我哋認識下。我哋想用掌聲歡迎你，有冇啊？咁我哋咧，我知道咧係師母都係我哋當中嘅。我哋Carifa， 我記得啊。咁佢有個兒子啊 ，Humphrey 都係我哋當。應該是去了我們的兒童的活動這樣，那我們在這裡，那我們歡迎的OK， 下一張 slide。 今晚呢，我們有這個是視像祈禱會啦，在 Zoom 那裡來到進行啦，是7點30分的時候開始。那如果你收不到我的電郵的話咧，請你嚟聯絡我啦。咁我會係我晏晝嘅時候咧，我會送條 link 俾你，咁可以一齊大家嚟到係去喺為教會、為我哋所認識嘅親友一齊嚟到係祈禱啊。咁浸禮班咧就會係咧今日咧係仲有一堂嘅，你可以上堂嘅。咁就係4月28号咧，我哋會係有一個嘅浸禮啦。在翻呢個係大禮堂呢個地方，咁陣間咧，如果你係好想係 catch 到今次咧嚟到係浸禮嘅時候咧，就請你直接咧去呢一個嘅教育樓嘅校務處嘅會議室，咁我哋嘅老師啊 Chimon 會喺嗰度咧係直接係歡迎你，咁我哋你可以認識了解咗之後咧，咁你可以係我哋會係有個浸禮嘅嚇。下一張 slide， 咁就咧嚟緊咧，我哋亦都有個嘅咖啡事工啦。咁你入到嚟
正門入嚟嘅時候咧，你望見右手邊咧已經有好多嘅擺設啦。咁其實而家咧即係仲未曾係可以正式啟用，因為咧仲要有啲嘅訓練啦，或者要需要好多嘅義工嚟到去幫手。咁將快咧，我哋如果確定都知道有個幾時係可以開始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同大家公布。不過不久將來，好快噶啦。咁希望大家為呢件事祈禱，亦都係咧有興趣嘅時候咧，去聯絡姊妹嚟到係去下低一個電郵，你可以同佢聯絡咧，就係、是、可以係嚇、啊。如果你想參加嘅時候，你可以聯絡佢嚇。咁另外咧，我哋嘅成人主學班咧完咗崇拜之後咧，喺呢個教育樓嗰度訂方咧，我哋有唔同嘅班別啦，咁樣嚟到係啦，希望我哋嘅弟兄姊妹一齊嚟到學習。咁好多教會都係咧係主學班係俾啲兒童嘅，咁我哋好特別嘅，我哋就係俾成人嘅呢個。咁當然我哋有兒童嘅崇拜嗰啲情況。咁呢個係幫助我哋弟兄姊妹喺神嘅話語上邊更加建立，因為講到嘅時候咧，係個系統咧就唔會係有咁全面，咁但係喺神嘅話語上邊咧，喺主日學班裏邊咧，你學得更加多，而且咧能夠可以同弟兄姊妹有更多嘅交流嘅機會。咁我落嚟嘅時候咧，我哋又請我哋嘅Praise Team 嚟到帶我哋唱詩歌，大家一齊多謝高牧師今日嘅信息，好好嘅鼓勵，願意我哋每一天學習去更加明白神嘅心意。主更新復興我，讓我禱告到達你寶座前，打開天窗，敬服賜下，求你靈內充滿我，求主一生用我，願你旨意行在我一生中，每天更新，我得胜生活，荣耀你，天天分享主爱。我的心与我灵，愿意一生尊你伟大。献我心，献我灵，让我进到你慈爱居所。心与我灵，愿意一生尊主伟大。献我心，献我灵，燃亮我，再次复兴我。求主更新复兴我，让我祷告到达你宝座前，打开天窗。倾覆之下，渴望你灵来充满我，求主一生用我，愿你旨意行在我一生中，每天更新，过得胜生活，荣耀你天天分享主爱，我的心与我。进到你慈爱居所，我的心与我灵，愿意一生尊主伟大。献我心，献我灵，燃亮我，再次复兴我。我的心与我灵，愿意一生尊你伟大。一齐祈祷，
亲爱恩主，我哋献上感恩，藉着今天嘅信息，主你对我哋讲说话，要我哋所依靠嘅唔系喺我哋所积存嘅，而系却系你所俾过我哋嘅，你就系我哋所赐予者，让我哋嘅心，让我哋嘅灵，都系一生好似正话唱呢首诗歌一样，系我哋求主你嚟到与我哋同在。帮助我们成为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能够可以为你作见证的渠道，能够将福音去到向人 去分享，让你的爱都是能够与我们所认识的人，他们可以得着这一份的爱，让他们听闻这个福音，让他们能够去信主。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听完道之后带着一个使命，继续在生命上来到去为你的国度去建立。我们将我们要散开离开的时候，让主你保守我们的脚步，无论是在你话语的认识，无论是我们 是 回家，都求主你给我们平安和喜乐。我们献上一份的感恩祷告祈求，奉靠救主基督耶稣名求， Amen。 下个星期见。求主更新复兴我，让我祷告到达你宝座前，打开天窗，天福赐下，渴望你灵来充满我。求主一生用我，愿你旨意行在我一生中，每天更新，过得胜生活，满愿你天天分享主爱。